寿丰乡长选举，抽中一号的乡长候选人曾淑毅，在后援会志工伙伴以及夫婿的陪同下，深入丰田三村、丰里、丰山、丰平拜票。而曾淑毅感谢乡亲疼惜、支持以及鼓励，他坚持参选的初心，也呼吁乡亲票要投一号曾淑毅，寿丰一定会更好。十八号一早，寿丰乡长候选人曾淑毅在后援会志工伙伴以及夫婿刘耀宗陪同下，前往丰里、丰山、丰平进行扫街拜票。曾淑毅感谢寿丰乡亲给他们复习机会，并表示他参选寿丰乡长就是希望把服务与建设延续，绝对不会辜负寿丰乡亲的付托。我们两夫妻非常的有信心，尤其是我们团队都很认真，在这次里我们一定要秉着我们的真诚，不是因为选举才看得到我们，也不因为选举才争取大家的福利，是我们平常心，以我们夫妻平常就一步一脚印的来取得我们的乡亲的力挺。这次参选的政见大概有八项，不过当然是迎华族，还有妇幼的一个关怀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我们就业的机会，还有我们这边的资源要好好的利用，就像我们的地热，树湖那边山边有一个地热，我们好好的利用它来引用它来发电，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些再生能源，然后我们的重视我们的农业，还有我们的发展我们的观光。曾淑毅长期深耕基层，在扫街拜票当中，乡亲民众纷纷表示支持。为人热情，为人热情，为民服务都很周到，我们都很欢迎啊！希望他这次能够高票当选，再好好的为我们服务。我一下感恩，阿的曾淑毅，嘿，第一名的赞。你希望安那？动算。选前倒数，曾淑毅希望乡亲集中选票，在十一月二十六号投一号曾淑毅，让一号曾淑毅将服务延续，建设继续，寿丰一定会更好。曾淑毅动算，曾淑毅动算，淑毅淑毅曾淑毅动算动算曾淑毅。记者刘明胜，寿丰乡采访报道。